郑文灿的受害到底蔡英文扮演什么样一个关键的角色？昨天非常重要的这个总统府的用签一出来，大家非常震惊，它是一个行贿案啊！为什么总统会亲自发函给这个白手套？跟他说总统蔡英文至为重视哦。然后郑文灿自己本人还主持这个会议，里面全程一条鞭哦，快马加鞭。但是今天大家都问到了，越问越奇怪。内政部长刘世芳他今天出来讲一个重点哦，他说在这个工业区土地扩大这个案子里面提出来了，但是从2013年，大家仔细听，2013年谁当总统？马英九啊，马英九时代的时候他就提出来了、一路到现在这么多年，11年来内政部都没有通过，都委会都没有通过，为什么呢？因为地主极其复杂。有农地，还有这个坟地，还有大量这个寺庙拥有的土地，很难搞得定啦、所以这不是政府一方面就可以解决了。地主们从来都没有共识，地主没有共识，政府怎么快马加鞭？你除非把地主给杀光光嘛，这不可能嘛哈。刘世芳讲这个时间点非常重要哦。那为什么马英九2013年到2016年期间都没有动，动不了，都没有动？2016年蔡英文上来，2017年就开始喽，开始有这一连串的拜托啊，请托啊，500万啊送进去啊，是不是觉得马英九动不了，我动蔡英文，我跟蔡英文有关系，我直达天亲啊？总统府发言人出来说啊，这造谣，没有查证啊。然后行政院今天开了一个记者会，拿出了很多总统府转给行政院，请他们赶快来交办的事情哦。然后不举例还没事，一举例大家耳目一新啊，哈哈。有个大学生哦，他这个医学系毕业生要这个甄试报名时间哦，他错过时间了，错过考试的报名时间了、拜托总统府啊，给我们一个补报名的机会。然后总统府发函给行政院，我都不知道，我重大的考试我错过报名时间，我可以写信给小英，请他们拜托行政院再给我通融，给我一次机会，这是不是特权？如果他真的有睡行有帮他办的话，那不是选民服务呢，那是特权呢，别人都没有他就有，那这个人是谁？行政院把名字给亮出来，他到底是谁？这个人是不是达官显要他们的小孩子呢？好，不举例不没关系，举出来觉得离谱啦。然后还有一些地方哦，说什么这个列里长退职酬金哦，希望赶快处理啊、还有更妙的是，地方的自来水的管线买管的费用他们出不起钱，也是总统府叫行政院赶快弄，2天就帮他处理完了。原来这些钱可以叫总统府、行政院帮我们瞧哦，那我们自己付钱的是傻子吗？张善政是桃园市长，现在被问到，他说我不知道这一些啊公务员啊、总统府有没有介入啊，都不知道啦哈。但至少他当市长之后没有这一些状况哦，不清楚郑文灿时期到底有没有中央介入的情况，现在要去查。那吴子嘉已经预言一件事情哦，他说赖清德现在就是每天做梦都要修理的，就是蔡英文啦。我想请教一下，为什么马英九时代都不能动，都没有动？现在小英出来，这一些白手套就看到机会啦。我今天早上广播节目刚好访问到关键的那个当事人，就是李鸿源部长。2013年就是他当部长，当时他们这群人也到内政部去，结果他讲了一个让我吓一跳的，这些人都是他妈妈那边的亲戚朋友，弄些阿姐阿伯阿姑。你说的前台说的那些干部都是他们，就是那边的地主有很多人嘛，有很多的他们这个皇家的，他妈妈李鸿源部长之。但是我是说，那你当时怎么样？他说内部一评估不 OK 就直接否决掉了。不 OK 的原因是什么？就是那个地方根本就不能直接从农地就跳到什么，还要到住宅去嘛。所以他当时根本没有给过。所以2013年是马前总统。那到后来以后，他会进到去讨论的阶段，当然会最后内政部还是否决了啦。可是连总统府用签都出现了，我觉得啦，总统府跟行政院现在出来跟大家做说明，这个也是必然，也是应该啦。就是说我们虽然有接获陈情，我们也写了一个用签，然后写总统至为重视，但我们都没有违法，这个说明是必要的。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待遇，这是事实嘛？你不要骗大家，就是每个人结婚都会有总统的贺电吗？每一个人只要去问问题都有，不会有的啦。所以关系确实好，而且他们也不是一般人嘛，就是那个大企业的退休的总经理跟好那个顾问，这个廖姓父子，这个在桃园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但是他们一直希望做成这个土地变更。那中间在民进党执政这段期间，郑文灿市长当市长的时候，确实尽到了程序，
虽然最后没有过税，现在回过头来就是去查那五百万，而不是最后你那个过程当中图利更多的钱。可是如果过了以后，他的影响就更大了。好，那事过境迁，回头在检视的时候，就发现说，蔡前总统当总统期间的时候，这个事情是有在进行。那我们当然不能讲说是总统下令，因为是他来澄清以后，他才请行政院处理，不是总统直接就哈。如果是真的直接下令或是违法的话，根本连这种签都不会有啦。那不能留下证据嘛？所以也理解没有错啦。但是现在大家看到了这些证据，代表过往在蔡前总统时期的民进党政府确实有把这个事情进到了一个程序中。那这个当然你要跟大家说明。那难道每一个人他说，哎，我想要政府帮我做一个重划，我希望政府帮我怎么样去重新再怎么样，就每一个都会配合吗？绝对不是嘛。所以当时到底有哪些人跟这个当事人，包含廖家的父子，还有这个侯姓跟杨姓的这个好顾问跟前总经理，其实会不会是不会只有郑文灿一个人？这个就是后续政府要跟大家说明的。举国现在瞩目的第三次的家庭，等一下很快的就会有答案，搞不好我们安的过程中就答案就出来，到底压不压？所有人都在问哦，已经三度了，第三度还是说还有第四度、第五度？我觉得高院也快受不了，地院也快受不了哈。然后两位这个主任检察官，还有包括检察官陈嘉义哈，陈嘉义现在还被攻击哦，说他跟徐小新好得不得了。那徐小新有解释了，说他们很久很久没有联络，而且检察官都撸来撸去啊，跟他好不好有什么关系？总之就是有一股势力已经在抹黑这检察官哈。然后这两位检察官今天很特别，前两次啊，两个都打扮得斯斯文的，今天第三度。一身黑啊，一身劲装，老子拼了，跟你们这些人拼了！郑文灿就算纵使有三个律师，那又怎么样呢？我就跟你们拼了。然后也妙的是，第一次出来的邓姓女法官了、啊，被质疑的一塌糊涂哦，说她爸爸没有利益回避。然后第二个法官呢，说她是刚正不阿。那现在这个第三轮的这个法官啊，叫做人权法官啊，啊，这些新闻的揭露是有什么意义吗？另外一个吴子嘉直接讲哦，不管你这一次是不是在交保。大家在猜啊，再交保是多少？五百万、1200万，再来是大是2000万吗？哦，就是照这个推下去的话，吴子嘉都逮旧股了，都没问题。他说郑文灿啊，手上有上亿元的现金，没有在怕的啦。那另外一个事情，他如果刚刚像在讲第三度、第四度、第五度，我们到底有没有个限度在哪里？哈，那2014年当时有人开车去冲撞总统府哦，检方是五度的抗告。那其他王丽玲跟刘太英也有过这样类似的状况，真的会到第五度这么严重一个情况吗？那上一次地方法院告诉大家说郑文灿不用被羁押，有一个理由大家讲出来就很好笑。他说郑文灿已经离开市长的职务大概超过1年半了，所以他没有实质的影响力，他不会去串证或者是跟人家勾串。这个法官是把大家当成很天真吗？那更把大家当人民当天真的，还有我们法务部的次长，今天告诉大家，他说这个案子当时2017年什么都拍到了，什么都收到了，居然都没有办，压了7年，甚至变成死案了，因为2次已经结案把它牵结了、啊，到底怎么回事？次长说，哎呦，因为还在收证。收证 ing 啊，收证需要时间啊，这个到底是把大家当什么呢？好，那另外一个最新的爆料出来哦，地主哇神通广大、啊，郑文灿神通也很广大。他说这个检调在监听的时候呢，就听到异闻，哎，地主很嚣张哦，直接跟对方讲说，我跟你讲，我电话不干净，有人在听哦，哎，线上的朋友们，你们好啊。线上的朋友是指谁？就是在监听的检调啊！你看多么嚣张！那到底谁泄密给他？好，那这个死案呢？其实本来已经都没有办法办下去了，突然活过来，为什么活化？林玉峰告诉大家，有11个情治单位哦，集体的在查，而且秘密的开会。本来都以为是竞聘专案，没有想到办的是郑文灿哦。有没有委员怎么看？这个事情哈，我先首先声明了啊。因为郑文灿呢涉案传闻很多，而且地方知道的很多细节，所以呢，你问我说觉得他清不清白，我可能认为他并不清白。但是这一次斗法跟办他这个案子的手法背后有没有政治力在那边介入啊、哦？这样搞过来搞过去，我认为肯定有。而且这个政治力呢，他从司法到地方政治，到这些涉案的人员，甚至到媒体，全部都有。因为非常怪异的一个现象就是说，第一时间这个案子其他媒体都不知道，就《镜周刊》第一时间知道。然后呢，另外对郑文灿不利的事情，我今天看到一个不可置信，竟然是华视新闻独家。
为华视新闻很少跑独家，就他就搞了一个独家，就是那个廖俊松啊，那个关键的送钱行贿的那个被收押的廖俊松呢，他有五次参加内政部的那个会议的会议，他出席了两次，然后这个独家新闻由华视揭秘，那目的是什么？告诉说郑文灿跟蔡英文的人马很通天哦，所以他甚至可以去参加内政部的会议等等。那这个事情眼看着就是要打击他们这整个系统，对不对？像譬如说公文的爆料，也是要把郑文灿跟蔡英文的人马全部都拉在一起。所以现在弄到这个抗告羁押庭，这个退回来又过去的这个斗法，不得不让人联想到，就是说现在呢，民进党中央铁了心，就是想办法要压郑文灿。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预作判断啦。哦，廉政会也开了一个破天荒的决议，说一旦羁押，你就停权三年。哎，这过去民进党没有这样，哎，他们都是事情司法已经确定出来，他们才由廉政会去说情节如何。通常到一审，对，法官已经有法官认为你有罪了，才会处理嘛。很少说羁押我就急得要停权。政治上哈，羁押因为它很高层很难看，这个从政党的角度、社会观点确实有可能，可是没有人预告说，但是羁押也很少三年，对，羁押就停权三年。那你这样讲完以后，是不是他非押不可？好，那非押不可了的结果，可是现在又有人手眼通天啊，桃园地院的法官就是怎样都不押你啊，对不对？两次只是给你提高保释金啊，就厉害啊。所以现在在闹过来，今天结果如何我不知道，但是我认为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在来来去到最后高院啊没耐性了啊，高院就说哼，我直接裁定好了，就是要压。我认为他的结果就是他一定会被压。现在大家觉得中央这个高院部分好像是得意志啊，然后在地方法院感觉好像是颤葛的力量会比较大一点，但是大家很希望就结果到底是如何。现在民进党的中常会啊，礼拜三哦，哎，民进党中常会从一枝独秀哦，一言堂哦，一二三四一言堂变成没有人敢讲话。开会的过程当中有三个字都不敢讲，郑文灿。其实人家跟我讲，还有另外三个字不敢讲，林世杰。这几个字都不敢讲。那民进党立委现在忙什么呢？忙着要撤案，一些民生重要的，比如青年基本法、老农福利津贴什么，他们本来很重视的都要撤案，因为选罢法有人跟这个国民党的版本一样啊，那他们想说不要再被做文章了，所以相关的只要跟国民党有相似的哦，通通都撤掉。然后就忙着本来民生很重要的事情，为了要斗国民党，先撤再说。大家好，我是谢耀宗，拜托请大家拿出手机，打开 YouTube， 搜寻国民大会，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检查一下哦。因为听说有些人按这个订阅之后还会跑掉，你检查一下，看订阅还在不在。如果你已经订阅，没有关系，你周边的亲朋好友帮我们拉拉票，请他们也订阅，而且要帮我们多多分享，谢谢谢谢，拜托拜托。